你透过它收获了无数惊喜。微信支付。你发现新鲜有趣的变化。你享受时尚休闲的生活。你体验无处不在的便捷。你感受贴心服务的温暖。你的时间更加随心。你们彼此更加亲近。每天超过2亿人通过它享受生活的智慧。期待更多的你们选择它，体验智慧的乐趣。不用找零了，很方便啊，乘客也觉得省事多了。我都不太管收钱了，有那时间啊，我就多做一个，多买一个，他们啊都愿意跑我这儿来买早餐了。车主自主缴费呢，为我们节约了人力成本，也为顾客呢节约了时间，带来了不一样的便捷体验。现在挂号都是微信预约，节省了不少的时间。给你开点药吧，不用打针了好吗？药费跟检查费直接用微信就可以支付了，也不用重复的排队，这也算是我们医院的一大进步吧。有了微信支付，做营销活动就更加方便了。我们会定期参加微信支付日活动，结合品牌促销与顾客做更多的连接，提升了销量，然后带来更多稳定的客流。现在买东西付款了，特别的快，顾客啊也不用排队那么烦了，而且还可以通过微信上的虚拟会员卡积分打折，顾客啊打心底里的认可我们了。还有这个粤菜，哎，这个不错。顾客通过微信下单并实现支付，餐厅减少排队现象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他们还可以收到我们推送的优惠券，分享优惠信息给他的朋友，这样可以吸引更多顾客到店消费。微信非常开放的接口，让我们抓住了商机，去帮助商户打造更加智慧的支付解决方案。如今我们已经成功对接了上千家商户，未来还会有更多。因为有你，他一直在努力，去连接一切，让不可能成为可能。微信智慧生活，只为更好的我们。